真的喜欢啊，真的喜欢。ナメクジが。ダサイハラ。你想干嘛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啊？てめえは。对呀。来去哪？而且还是他主动约。よし。いいか。いや。惊现人数侦测器。嗯。もちろんだ。这抱过几个人，被抱也可以。为什么要发明这种东西啊？到底在想什么？到底抱，等下抱过几个人？我有点好奇，最远抱过几个人？拳击手套手臂啊？怎么没有讲？我还蛮好奇的。烂黄枪一拳痛击击，痛击击。哈哈哈！太糟糕！对呀！天哪，这样也能爽？家伙没穿，好直接。为什么要移动人家的内裤？到底在干什么？到底是多想要？只有内裤。怎么想让你看？いや。虽然他讲，他对最远都讲这么直接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兔队跟鸡王配对，这一对比较有趣，跟鸡王比较有趣。美兔是越后面越有趣的角色，真的。为什么要攻略他？因为我每一位都要攻略啊。なんだよ。真的很糟糕。喂，又要去研究室了。さて，看最远的脸，整个很尴尬。
太阳眼镜。啊？到底要干什么？到底干什么？自拍？你到底多想被人家看？多谢。对呀。あのな。穿西取洋去。土下座しろ。到底？秘密，我以为的秘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，不就是那方面吗？我愿意听，我觉得一定又是那方面的事情。遇到这样的女生会害怕。下次还留到下次。天哪，还有三次哎！假的，つうわけで，改造人，他是认真的吗？お、ちょっと、お。他是认真的吗？哦，ちょっと，やった！おい，ちょっと。研究欲，天哪，他想要研究自己。あれ？やめろよ！不行，我真的搞不懂这人脑子在想什么。难怪人家都说天才是孤独的。
ずに。ほら。なんで？あれ？それ！ちょっと！なんだよ。到底多爱拖？干这个！有什么烦恼吗？ねえ。はあ？なんだよ。明明就有。他已经受不了，直接告白了。他已经直接告白了，这人真的比小峰还直接。我已经觉得小峰已经很直接了，这人更直接啊！啊？跑了。苹果派，真的只是单纯的苹果派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小小的提问，不行，这苹果派有问题啊！干这个人！不舒服。替代的礼物会是什么呢？这个该不会是送最远送他的东西吧？那家伙，那个到底想干嘛？该不会是美兔的内裤吧？いいか。つうわけで。てめえは世界で唯一この俺様を行かせた男なんだぜ。つるつる。ちゃんと責任取れよ。他好好好主动啊！呀哈！最远好尴尬。
好好的负起责任，对呀、啊。透视护目镜，天哪，连技能都好糟糕、哦。哇哦，好哇哦哇哦！不过还是魔姬的胖子比较比较惊人。一定这个一定是美兔。你看看，小黄书根本就是为美兔设计的。哇哦！美兔好直接哦！突破心房吗？该怎么办才好？干嘛想出这种发明？好想动手，好想创造，想得不得了。不过这次把人吓跑，不想做什么，这次还是忍下来好了。可是醉元应该能理解本小姐，不是希望醉元能够理解，他想要做东西送给醉元哦。任せて。あのな、靠背。为什么这种东西觉得最远能够理解？什么东西啊？黝黑的巨乳熟女，一起晒太阳。太好了，终于开心了。开心，开心。美兔开心，我就开心。一个，专利权的书，好想大叫。
把书叠成高塔。既然美兔不喜欢念书，那就把书叠成高塔吧。糟糕的美兔。一起找色色的影片。堪真实的，果然这种东西美兔就很开心。もちろんだ。それは。全力。穿上他害羞的内裤，这么害羞的事情我说不出口。约会的权利应该是这个吧。哇，三个其实都还蛮害羞的、啊、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一样很害羞耶、欸、好像不行嘞，好，看起来好像真的要穿上它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选穿上它好了。起来好像也不是，原来只是普通的约会啊，人家还以为美兔想要什么糟糕的事情呢，原来美兔只是想要约会啊。啪啪啪啪啪，抱住，接着就啪啪啪啪啪，确认彼此鼓噪不已的心跳，再来就啪啪啪啪啪，货真价实的啪啪啪啪啪，就这样在柴虫学院的日子画下句点。
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美兔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。